我看见2020年的春节是那样的寂静，空的街道，空的乡村，空的城市，还未冷却的祝福声转瞬带着惊恐。我看见一个恶魔张开大嘴，他吞噬着无辜者的生命，他把瘟疫肆意蔓延，他把新春的红色海洋变成白色战场。疫情就是命令，防控就是责任，带着必胜的誓言，守着坚定的初心。我看见无数的战士走进了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。我看见白衣天使逆行的身影，他们在宣誓书上郑重地写下自己的姓名，在义无反顾地转身之后，他们发出契约无一与子同袍的怒吼，与死神抢夺着每一个生命。我看见共产党员率先迎难的身影，他们深入一线，靠前指挥，他们的身影，他们的声音，凝聚着战胜疫情的强大力量，坚定着群众战胜疫情的必胜信心。我看见公安、疾控、市场监管、社区干部、志愿者的身影，他们挺身而出，勇于担当，他们攻坚克难，联防联控，构筑起一道道群防群治的严密防线。我还看见交通警察、环卫工人、快递员、收银员、清洁工的身影，他们坚守岗位，默默奉献，他们风雨同沐，心手相连，为保障城市的正常运转，发挥着平常而不平凡的力量。我还看见无数的救援物资、救灾善款在不断汇聚，大灾面前暖流涌动，一颗颗爱心融铸起的磅礴力量，并将成为前线战士披荆斩棘的坚定信心。我看见面对疫情没有人彷徨犹豫，我看见面对时间，所有人扛起责任和希望，他们是战士，他们更是勇士，他们坚挺的脊梁就是民族的脊梁，他们凝聚的力量就是中国的力量。用科学战胜病魔，用事实战胜谣言，用理性战胜恐惧，阻击疫情，我们必胜！共克时间，我们必胜！中国力量必胜！